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我哋今朝嚟睇民数记第32章。我们今天早上来看民数记第32章。寻日我哋讲到咧，系我哋要晓得神嘅心。我们昨天讲到，我们要晓得神的心，系即系我哋要进入应许啦。我们要进入应许，我哋要连于神，我们要连于神。除咗连于神咧，除了连于神，我哋就系要知道神嘅心系点谂。我们就是要知道神的心是怎么想，神嘅心意系乜嘢？神的心意是什么？好似去攻打米甸人一样，好像去攻打米甸人一样。其实神有佢嘅谂法嘅，其实神有他的想法，但系人咧却就系以为一场普通嘅仗。但人觉得是一个普通的仗，以色列人就当是普通的仗，所以就这样去然后就抢了一些东西回来。那以色列人就觉得是一个普通的仗，所以就去抢东西回来。他不知道神在永恒里面的心意，他不知道神在永恒里面的心意。这样我们要跟从神，这样我们要跟从神，我们要进入神的应许里面，我们要进入神的应许里面，要切记，要切记，我们要晓得神的心意，我们要晓得神的心意。我谂我哋晓得神嘅心意之后，我哋又如何咧？那我们晓得神的心意之后又如何呢？今日再讲一样嘢。今天再讲一样东西。就系要有信心。就是要有信心。啊，你知道神嘅心意系咁啦。哦，你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你所做嘅，你所做的系咪就够得上咧？是不是就能够够得上？能够系捉住神嘅心意，然之后去成就去做啦。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然后去成就去做。你晓得咗神嘅心意，还是你晓得神的心意？但你有自己嘅谂法，但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有自己嘅价值观，你有你嘅睇见，你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看见。所以今日我哋要睇，即系要有信心嘅跟随神。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我们有要有信心来跟随神。但当我想我哋话有信心跟随神嘅时候，诶，张牧师我都知啦，白骨嚟嘅啫嘛，系咪？一定要有信心啦。张牧师，你讲有要有信心，那我也知道啊，一定要有信心的嘛。所以我觉得今朝神俾我睇到嘅领受咧，系。所以今天早上，我觉得神给我的领受是跟随神要有信心嘅看见，跟随神要有信心的看见。你的信心要睇见，你的信心要看见。你睇见乜嘢嘢咧？你看见什么呢？系好重要嘅，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话诶，冇错，系有信心，我哋咧就好容易咧，我哋就觉得啊，我要有信心。就是没错，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信心。究竟咩嘢信心咧？究竟是什么信心呢？你真系有信心咩？你真的有信心吗？这个系我哋作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常常都面对的考验。我们作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常常都面对这个考验。同样现在是流便加得马拿西支派，他们都面对这个考验。现在流便加得马拿西支派都面对这个考验。马拿西半个支派，马拿西半个支派是他们最后我们看到他们是没有冇喺约旦河西咧，即系迦南地得业喎。我们看见后来他们没有在约旦河西，迦南那边得业。佢哋却喺河东吓得到基列地啊、西宏啊、俄啦嗰个地。他们却在约旦河东西宏啊，巴山王俄、巴山王俄的那个地，就系嗰两个王嘅地啦，再加基列地啊。就那两个王的地加上基列地，系。点解会系咁咧？为什么会这样呢？带嚟咩影响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系我哋今朝我哋嘅思想嚟。是今天我们早上的思想。我个睇见咧系，我的看见是，我感动系信心嘅看见。我的感动是信心的看见。我哋跟随神要有信心嘅看见。我们跟随神要有信心的看见。我哋晓得神嘅心啦。我们晓得神的心。我哋个信心要看见。我们的信心要看见。而我哋嘅信心唔好慢咗，但我们的信心不要忙了。我将民数记第32章咧分为三大段落啦。我把民数记32章分成三大段落，第一节至到第15节，第一节到第15节系第一段。第一段要看见神，要看见神。要看见神，要看见神，不要只见牛群，
不要只见牛群，要看见神，唔好睇见牛。要看见神，不要看见牛。啊，这个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信心。那现在呢，两个支派加得流变。那些两个支派加得流变。这两个支派究竟现在的处境是怎样呢？我们来看了。那这两个支派究竟现在的处境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流便子第一节，流便子孙和加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等等这些地方在耶和华面前所攻取之地也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流便子孙和加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然后说这些地方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可以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这个地给我们为业，不要令我们过约旦河。他说若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不要令我们过约旦河。流便的子孙和加得的子孙，流便子孙还有加得的子孙，圣经说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圣经说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在原文呢？在原文，不是流便子孙加得子孙行先，不是流便子孙加得子孙在前面。他原文是这样样，他原文是这样的，牛群啊，牛只啊，牛群啊，牛只，牛只极其众多，牛群极其众多。流便子孙、加得子孙看见，流便子孙、加得子孙看见，基列地同埋雅谢地咧，基列地还有雅谢地系可以系基列地、雅谢地 is a place, is the place a place for cattle。雅谢地还有基列地是 is a place, a place for cattle. The place, the place. 然之后再强调 a place for cattle. The place, 然后再强调 a place to cattle. 即系佢一开始咧就话牛群，他刚开始说牛群好多很多，咁呢两个支派就看见嗰个地方，然后这两个支派就看见那个地方，就话呢个地方 is the place。他说这个地方是 is the place, is the place, is the place, the place 不是迦南地， the place 不是迦南地， this is the place, this is the place, a place for our cattles, a place for our cattle. 他牛群好多啊，牛群很多，神好祝福他啊，神很祝福他们。哇，在旷野一路打仗啊，又越打越多，啲牛群越打越多，即系老咗好多翻嚟啦，系咪？在旷野打仗，那个牛群生咗好多，越卤越多。佢当咁多嘅时候，当他们有这么多的时候，佢就睇到呢个地方，他就看见这个地方，佢就话 the place， 他就说 the place 就系我所要嘅地，就系嗰个地啦，就是我所要的地，就是那个地，呢个地 a place for our cattle。A place for our cattle. 我们的牛可以在这里的，我们的牛可以在这里的。你知道流便加得的心中想着什么吗？你知道流便加得他们心里面想什么吗？他在想着经济啊，他在想经济，想着我这么多钱啊，他想说我有这么多钱，这么多钱放哪里好啊，这么多产业放哪里好啊，这么多钱这么多产业放哪里，我怎么可以让我的产业继续的增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产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这样说的时候是对我今天的弟兄姊妹说，我这样讲的时候是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说，我觉得神对我今天的弟兄姊妹说话，我觉得今天神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话，我们都有很多，今天香港很多人考虑移民，那今天香港很多人考虑移民，考虑哪个地方才是我的钱的安全岛啊，
考虑哪个地方才是我们我的潜能安全岛。哇，我咁多产业点算呢？这么多产业怎么办呢？应该是冇乜产业嘅人都谂住去边度噶啦，系咪？应该是没有产业的人想说要去哪里的。有产业嘅更会谂啦。所以有产业的人更加会想，佢哋就去求摩西啦。他们就来求摩西，同埋以利亚撒。还有以利亚撒。佢话呢个地咧系我哋喺耶会众喺耶和华面前所攻取嘅地嚟嘅。他说：“这个地是我们在耶和华面前，在会众面前攻取的地，是可牧放牛群，是可牧放牛群。你仆人也有牛群，你仆人也有牛群。他来跟摩西、以利亚撒说，摩西 ，be reasonable。他就来到摩西还有以利亚撒面前说 ，be reasonable， 合理啲啦，你要合理性啲啦，理性一点。这个地方你睇下。”这个、地真系可以牧放羊群嘅、哦，真的可以牧放牛群嘅、哦，牧放牛群的。而你嘅仆人有咁多牛群，而你的仆人有这么多牛群，合理啲啊！呢、这个系最好噶啦，合理一点，这是最好的。你俾我哋恩典啦、啊，你给我们恩典嘛，让我哋喺呢个地方为业啊，让我们在这里为业，唔好带我哋过去约旦河。去到迦南地，不要带我们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呢度系佢哋嘅问题，这是他们的问题。佢哋咧实际上系看见牛群不见神。其实他们是看见牛群不见神。但系咁样嘅标题咧，我觉得唔好，所以我正面一啲就要见神，不要见牛群。但这样的标题我觉得不好，明唔明啊？所以我就讲说要看见牛，要看见神不见牛群。我哋有信心啊！我们要有信心。我有信心，你要睇见神啊！你要有信心，要看见神。系啊，冇错，呢个地方系可以牧放牛群。是没错，这个地方可以牧放牛群。我哋有好多牛群，我们也有很多牛群。但系你谂到加德流便佢一路睇嘅咩嘢咧？但你想加德流便他们一路在看见什么呢？一路睇嘅系牛群，一路看见是牛群。所以斋二章第一个字就系 cattle。所以三十二章第一个字就是 cattle， 牛啊，牛啊，他们心中只想着牛啊，他们心中只想着牛，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啊、摩西带着他们走了，然后摩西带着他们走、摩西都快要离开了，摩西也快要离开了，但是现在一件事要处理，那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处理，就是流便加德两个支派呢，就是流便加德两个支派，他一路行的时候，哇，好多牛啊，他一路走的时候很多牛，他们一路行的时候看什么呢，他一路走的时候在看什么呢，不是看着云彩、不是看着云彩，不是向着应许之地，不是向着应许之地，他们一路看的，他们一路在看，是自己的牛，是自己的牛，还有哪些地方适合我的牛，然后哪些地方适合我的牛呢，哪些地方适合我的牛，哪些地方适合我的牛，孩子们，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写照，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呢，当你开始跟从神相信耶稣的时候很热心，那当你开始跟从神相信耶稣的时候很热心，非常的热心，很热心，哇，服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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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坐都坐前排的，坐都坐前面、啊、但是信了久了，但是信久了，神给你有婚姻了，神让你有婚姻了啊，那就坐后两排啦，就坐后面两排了啊，生埋仔啦，然后生了儿子了，我坐后啲啦，就再坐更后面，神给你好多产业啦，神给你很多产业，你又周围飞啦，你就到处飞、啊、都不来聚会了，就不来聚会了，再继续想呢，再继续想呢，啊！我咁多仔女，我咁多产业点呢？我们这么多儿女，这么多产业怎么办？哦，六一生命树啊！然后六一生命树系好嘅，是好的，留翻俾第二个啦。啊，留给另外一个吧。我现在好多啦，我够啦。我现在很多了，我已经够了。边度仲有好嘢呢？哪里还有好的东西呢？边度安全啲呢？哪里安全一点呢？弟兄姐妹，这个心态要去除啊！弟兄姐妹，这个心态要去除。我哋要有信心，我哋要睇见神，唔好净系睇住你啲牛。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看见神，不要只看见你的牛。
OK， 我哋嚟睇，再睇落去啦。我们继续看下去。摩西好嬲啦！摩西很生气。佢睇见佢哋咁冇信心嘅，他们觉得你怎么那么没信心？摩西就提出两样嘢。摩西就提出两样，第一咧系第一样，你哋唔去打仗啦，你们不去打仗了，你哋弟兄就去打仗过约旦河，你哋就自己坐喺呢个地方。你们弟兄就打仗去过约旦河，你们自己坐在那里。你哋咁样会让弟兄灰心啊！你们这样子会让弟兄灰心。你影响紧大家，你在影响大家。你自己做咗个决定，但你影响住大局啊！你自己做这个决定，但你影响大局。第二，第二，你哋唔专心跟从神啊！你们不专心跟从神。你谂下过去我哋四十年前所发生嘅事情。你想想看，过去四十年前所发生嘅事情。十个探子报恶信，神就发嬲，以致我哋呢一代都死喺旷野啦。十个探子报恶信，以至于神就生气，然后探子就死在旷野。现在你又使神发嬲啦，又再系咁样样。四十年前咁，而家你哋又咁。现在你又让神生气了，然后四十年前是这样，你现在又这样。你哋会使民灭亡啊！你会使民灭亡。你哋系累街坊啊！你们是害了大家，让众民都灭亡，让众民都灭亡，好似四十年前一样，好像四十年前一样。摩西发怒责备佢哋，摩西生气就骂他们，话你哋好自私啊！你们很自私，你哋毫无信心，你们毫无信心，你哋只系为自己，你们只是为自己，你哋让大家灰心，你们让大家灰心，你哋让神发怒，你们让神发怒，以致众民要灭亡，以致众民要灭亡。呢度系第一大段，这是第一大段。第二段呢？第二段。第十六节至到三十二节，十六节到三十二节，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不要求赐好啊，不要求赐好的，要有信心睇见，要有信心看见，唔好净系求一啲赐好嘅嘢，不要只求赐好的东西。原来赐好嘅嘢系最好嘅敌人嚟嘅，原来赐好的东西是最好的敌人。第十六节至到三十二节，十六到三十二节。啊！我谂起一样嘢。我想起一件事情。第二节开始咧。第二节开始。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啊！呢度原文咧系。这里的原文。加德的子孙和流便的子孙。加德的子孙和流便的子孙。我哋和合本冇翻译出嚟。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加德的子孙和流便的子孙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加德的子孙和流便的子孙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加德同埋流便。加德和流便睇见嗰个地方，同埋睇见嗰啲牛嘅系流便同埋加德。看见那个地方，然后看见啊那个牛的，就是加德和流便。是流便和加德，流便和加德。但是现在来找摩西说话呢，那现在来找摩西讲话的呢，是流便行先，是流便在前面，加德行先，加德在前面。加德是利亚的婢女所释帕所生的大仔，加德是利亚的婢女所生的大儿子，释帕，释帕，释伯，是怕，是怕，是怕，加油，是怕，是怕，所生的大仔，是所生的大儿子。同埋咧，佢哋喺安营嘅时候咧，然后他们在安营的时候呢，大家睇到咯，大家看着，呢边系东边系犹大营啊，这边东边是犹大营，呢度系流便营，这边是流便营，流便营入边咧，流便营有三个支派，有三个支派，流便。流便西面，西面加德，加德南边嘅营出现问题。南边的营出现问题。当可拉嘅时候咧，可拉叛逆嘅时候，佢哋一齐起嚟嘅。那可拉叛变的时候，他们一起起来。可拉带住流便啊，可拉带着流便。仲有咧，我哋后屘睇到第二次数点嘅时候咧，好，我们看见后来第二次数点嘅时候，南边嘅支派嘅人数咧。是损失了很多的，南边支派的人数是损失了很多，总共有五个支派人数是减少，总共有五个支派人数减少，南边的营里
流便营三个支派都减少，南边的流便营里面三个支派都减少，喺呢边系唔蒙福嘅，这里是不蒙福的，其实呢度系悖逆嘅，那这里是不悖逆的，呢度系比较世界嘅，这里是比较世界的，呢度系争权嘅，这里是争权的，呢度系夺利嘅，这里是夺利的，呢一班人成日捞埋一齐，然后这班人常常混在一起，佢哋 that's why 佢哋点解后屘咧系即系去到要进入迦南地啦，这是为什么后来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了？嚟到呢度啦，来到这里了。上一章都讲到要连于神嘅心，要晓得神嘅心。上一章讲到要连于，要晓得神的心。但系现在佢哋又 falling short， 但他们现在就 falling short， 即系够唔上啦，就是够不上了。点解？为什么？心思意念，心思意念。佢哋常常睇嘅就系权，他们常常看的就是权。常常睇嘅就系呢个世界嘅，常常看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佢哋真系缺乏信心，他们缺乏信心。所以话佢哋一路行，唔系跟住云彩嘅，系跟住边啲地方啊，同埋自己啲牛啊啱啲。所以他们一路走，不是看着云彩，是看着地方，看着牛。而家要，哇，觉得呢个地方好啊 ，This place is the place。他们现在看这个地方很好 ，This place is the place。系我哋只牛，我哋啲牛咧最适合噶啦。是最适合我们的牛的。佢哋就我哋要喺呢度。他们就说我们要在这里。然之后边个去讲？然后就谁就说？叫边个去讲？叫谁去说？加德你去啦。加德你去吧。呢个大哥，那个加德大哥就不啊，你去。好似王妃叫王子咁啊，去啦咁。王妃叫王子，你去。喺我哋个戏剧入边，我们的戏里面的。你去啦。你去，你去。呢个大哥失去咗 leadership 啊。这个大哥失去了 leadership。流便真系好似漂浮嘅水啊，无定向。流便真的很像漂浮的水，无定向。系雅各对佢嘅意愿嚟。是雅各对他的意愿。预言，弟兄姐妹，我哋要睇见神。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神，睇住神嘅应许行，要看着神的应许走，摸住神嘅心，摸着神的心，而唔系跟从呢个世界，而不是跟从这个世界。第二大段咧系十六啦，开始啦，到三十二，十六到三十二。不要求赐好的，不要求赐好的。这两个支派的人呢，就挨近摩西了。那这两个支派的人就挨近摩西，其实来哀求他，就是来哀求他，或者来是即是很靠近了，就很靠近，这样跟他说，哎呀，摩西你是对的，啊，摩西你是对的，靠近这个意思，靠近的意思，其实有敬拜的意思，其实有敬拜的意思。 Came near， 就是 get near， 不 came near， 即是走近，不是 against 他，而是靠近，哎呀，你对，我支持你的，是啊，就是 came near， 就是靠近他说，啊，我是支持你的，你是对的，摩西你说得对的，摩西你讲得对的，你讲得真的有道理，你讲得真的有道理。但你看看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牛，但你看一下我们这里，我们的牛，我要为我们的牛垒圈的，我们要为他们垒圈，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家人，孩子，妇女孩子，其实是 family， 为我们的家庭是造成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妇女孩子们，就是我们的家庭，好造成。摩西你是对的，摩西你是对的，但你又看看我们这些牛需要牛栏啦，牛圈啦。但你看，我们这些牛需要牛栏、家庭咧，又需要有城市啦。家庭需要有城市。我哋咧，你讲得啱，我哋会带住兵器过去约旦河去打仗嘅。你讲得对，我们会带着兵器过约旦河去打仗的。但系呢个地方咧，真系好适合我哋啲牛同埋妇女嘅。但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我们的牛还有妇女。而且你睇周围有敌人噶嘛？你看周围有敌人。因为呢度嘅居民嘅缘故咧，我哋要做坚固城噶。因为这边居民的缘故，我们要造坚固城。带住啲人去打仗好难嘅。带着这些人去打仗很难。我哋起个坚固城，然之后让我哋啲牛啊，让我哋啲妇女家人啊喺入边被保护。我们造一个坚固城，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牛群在那边被保护。周围的人就不能够攻击他们了。旁边的人就不能够来攻击他们。我们所有
拿兵器的人，我们就跟着你过去打仗。我们所有拿兵器的人就跟着你过去打仗。我们不会回来。我们不会回来的。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直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自己的产业。但我们的产业呢，是在这边。但我们的产业是在这一边。不在那边。不在那一边。以色列人可以在那边，我们在这边就可以了。以色列人可以在那边，我们在这边就好了。他们哀求摩西，他们就哀求摩西，并且应承摩西第一个条件，并且答应摩西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让弟兄灰心，就是不让弟兄灰心。同埋佢又用一个人道嘅理由，然后他用一个人道的理由，甚至征战入边嘅理由，甚至征战里面的理由，就是我哋有坚固城保护我哋嘅弱小，就是我们有坚固城保护我们的弱小。而且他们真的需要，而且他们真的需要。那我们看到摩西呢就答应他了，那我们就看见摩西答应他们了。从二十节开始到三十一节，二十节到三十一节，摩西就答应他和吩咐祭司他们怎样做了。那摩西就答应他们，而且吩咐祭司们怎么做。但摩西都很有厚道，那摩西也很有厚道。我们看到摩西呢就没有，不是说他们这么衰由得他了，只要他过来打仗就可以了。摩西没有那么坏，就是他们那么坏，就是让他只要他们来打仗就好了。摩西真的为人谦和，摩西真的为人谦和，在以色列全家中，在以色列全家境中。第三十节话，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第三十节，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哇，好似好着数啊，咁佢哋好像赚到一样。但这个是摩西那个的谦和，但这是摩西的谦和。第三十一节又看到加德起来带头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会带兵器过去的。三十一节，加德子孙又起来带头了，他说你们怎么样说我们就会怎么样做。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是这两个支派他求的赐好。那在这段里面，我们看见这两个支派，他们求的是赐好的。没错，这个地方是啱牛。没错，这个地方适合牛。可以牧放牛群。可以牧放牛群。而他们有很多牛。而他们有很多牛。没错，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造成。没错，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造成。然后将这些妇女啊，所有产业放在里面保护他们。把妇女把他们产业放在里面，然后保护他们。然后他们过去打仗。然后他们过去打仗。免得弟兄灰心。免得弟兄灰心。免得神的心意不能够对以色列心意不能够成就。免得神对以色列的心意不能够成就。但是，以神的心意要成就的时候，而神的心意要成就的时候，不用预我了。不用留给我了，我帮你们得的了，我帮你们就好，我答应你我一定去，我答应你我一定去，但你都答应我我要这边，但你要答应我我要这一边。 The place a place for our cattles, a place for our cattles, 我们就是在这里得的了，我们在这里就好，其他我都答应你，其他我都答应你。他们真的求到赐好，他们真的求了赐好的。没错，那个地方真是激烈地，哇，是可以牧放羊群。没错，激烈地可以牧放羊群。对经济来讲是好的。对经济来说是好的。但是却不是神的应许。但却不是神的应许。而摩西在这个地方答应他们。而摩西在这个地方答应他们。请记住，答应不是神的 promise 来的。你要请记得，答应不是神的 promise。呢度系摩西允许佢哋，这是 permit， 允许 permit。佢哋所要得，佢哋所得到嘅，只系一个 permissive 嘅产业啫。他们所要得到，只是一个 permissive 的产业，而唔系 promised 嘅产业，而不是一个 promised 的产业，唔系神应许嘅产业，不是神应许的产业，而系摩西允许他们的产业，而是摩西允许他们的产业，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这样他们呢就没有晓得神的心意了，所以这样他们就没有晓得神的心意，他们不知道神永恒的计划，他们不知道神永恒的计划，他们只是看到赐好的，他们只看到赐好的，结果就被赐好的吸引了，然后就被赐好的吸引了，他们就不去拿最好的，他就不去拿最好的。
赐好就成为最好的敌人，赐好就成为最好的敌人。其实日后是点咧？其实日后是怎么样呢？好大问题，很大的问题。一阵我哋讲讲埋呢一段先。我们讲完这一段再讲。最后一段啦，33-42节啦。最后一段33-42节。我俾个标题咧，系小心太有能力啊。我给他的标题是小心太有能力。我们要用信心来跟随神。我们要用信心来跟随神。跟随神要得着神给我们的一切。跟随神要得着神给我们的一切。不要求赐好的。不要求赐好的。好像加德流便一样。好像加德流便一样。他眼中所看的就是牛。他们眼中所看的就是牛。这一段里面我们特别看到是明明两个支派去求摩西的，是不是？这边我们特别看见明明是两个支派去求摩西，但是到第33节，摩西将阿摩利王西王的国和巴山王恶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33节，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马拿西半个支派都在河东得地，而没有在迦南入边。马拿西半个支派都在河东得业，而没有在迦南地。点解呢？为什么呢？嗱，我哋睇到流便加德咧。就是看到的就是牛了。流便加德他们眼睛所看的就是牛。他们眼睛所看的就是牛。去找地。他们找地。为他的牛。为了牛。他所看的是他的经济。他们所看的是自己的经济。以法莲呢？以法莲点这个是马拿西，为什么半个支派突然之间又会这样呢？那为什么马拿西半个支派突然间会这样呢？我们看到是这两个支派他们进去在这里分得到的地方，就只是说他们得到哪里得到哪里，是不是？这两个支派去到那里讲，只有讲他们得到哪里得到哪里。但是去到第39节，但去到第39节，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阿摩利人。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马拿西的子孙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这里讲到他们，哇，原来马吉是很有能力。原来这里讲到马吉他很有能力。他的子孙呢，就是自己一个半个支派就上去攻取了那地，他们然后就住在那里。他们半个支派就可以上去攻取那地，然后住在那里。他们不是攻了之后就回来？他们不是攻了之后就回来？然后摩西你说怎样？然后摩西你说怎么样？我们跟你过去了，我们跟你去，这个地交给你了，这个地交给你。他不是过了去打了，自己打完就住在那里。但他不是，他是打完了之后就自己住在那里。很有能力，很有能力。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呢，太有钱了。我们要小心太有钱，太有产业了，太有产业。我们都要小心太有能力，我们要小心太有能力。这个半个支派呢，问都不问，这个半个支派问都不用问了，也不用问，他就攻取那里，就住在那里。他就攻取那里，住在那里。然后将那个地方改名了，要把那个地方改了名字，就是他们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地方。我们就在这里了，我们就在这里了。摩西，我觉得是很勉强。我觉得摩西是很勉强。好了，你们就这样吧。好吧，就这样吧。但当然他们的条件就是要兵呢，马拿西半个支派都要过约旦河。那当然他们有个条件，就是马拿西他们半个支派的兵也要过去打仗。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思想，在这里我们要思想，我们面对应许，我们面对应许，当神是带领我们信耶稣了，当神带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
与亚伯拉罕之约有份。我们与亚伯拉罕之约有份。神应许亚伯拉罕嘅，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大卫嘅，应许大卫的。神俾我哋一切耶稣基督入边应许，我哋都得着。神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应许，我们都得着。但你要行噶，但你要走。当你行嘅时候，往前行嘅时候，你系跟住你啲钱财咧？当你往前走的时候，你是跟着你的钱财？定系觉得你自己好有能力啊？还是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我想点就点咧？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呢？唔系噶，不是的。我哋要看见神，我们要看见神，我哋要看见神嘅应许，我们要看见神的应许，唔系造成噶，不是做成，唔系揾一个安全嘅岛。不是我找一个安全岛，然之后就住喺嗰度，然后就住在那里，咁就好安全。那这样就很安全。呢个世界上并冇安全嘅地方。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嗱，呢两个半支派安全吗？这两个半支派安全吗？喺现实环境嚟讲，在现实的环境来说，佢眼睛所睇嘅，他们眼睛所看的，喺佢一生入边所睇嘅，在他一生里面所看的，系几好嘅。是给不错的，哇！好大嘅地方，很大的地方，又美丽，又美丽，又唔使再带住啲牛咧行咁多地方啦，又不用再带这么多牛走这么多地方，又唔使担心佢哋啲仔女啦，也不用再担心儿女，哇！为伟女仔女着想，为儿女着想，揾一个好嘅地方。找一个好的地方，将他们放在那个地方，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继续去其他地方赚钱，然后就继续去其他地方赚钱，然后供应他们，然后来供应他们，是我们今天现代人香港人的心态，是我们现代人香港人很多人的心态都是这样。我们为了下一代吗？我们为了下一代，是啊，目前啊挺好啊，啊目前啊不错，但系当你用永恒嘅角度嚟睇，但系当你用永恒的国度来看，睇一百年啦，看一百年，两百年啦，两百年，三百年落去啊，三百年下去。嗱，我哋睇到咧喺五经入边不断记强调呢一件事，就系马拿西半个支派、流便加得佢哋喺约旦河东，冇进入应许之地。这五经里面都不断地强调说，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在约旦河东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最后是点啊？最后是怎么样呢？灭亡。灭亡。最早灭亡。最终灭亡。最早啊。最早灭亡。早早就灭亡啊！很早就灭亡了。喺个地方冇神保护啊！在那个地方没有神保护。喺个地方咧。又隔住条约旦河，就同以色列其他嘅支九个半支派咧对立啊！他们就隔着约旦河跟以色列九个半支派对立，好多嘅分歧啊！很多的分歧，唔同心啊，不同心，佢就离群啦、啊。他们就离群，亦都离开佢，唔单止离开弟兄，甚至离开神。他们离开弟兄，也离开了神，完全嘅消灭。完全的消灭，好早就消灭，很早就消灭了。最初好似好有能力，哇，好多资源，最初好多钱财，好像很有能力，很多资源，很多钱财。但系冇几耐就败晒，但没有多久就全部败光了，人都消失了，人也消失了，失去了以色列的 identity， 失去了以色列的 identity， 甚至是各他们的都是整个支派都灭亡，甚至他们整个支派都灭亡，再找不到他们，再找不到他们了，是五经里面不断所强调，是五经里面不断强调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跟神走到应许的边缘，我们已经跟神走到应许的边缘，现在一个新的开始，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新一代的开始，我们新一代的开始，这个世界也重新整理它的秩序，这个世界也重新整理它的秩序，六一也进入第三个循环的开始，六一也进入第三个循环的开始，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看着你的牛，不要看着你的牛，我们要看着神，我们要看着神，不要看着边个的地方坚固，不要看见哪里的地方有坚固成坚固、啊、我们就将你的子女自己就去那里，我们就让我们的儿女们就去那里，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要跟着神，你要跟着神，跟着神的应许，跟着神的应许，如果你不是这样，如果你不是这样，没错，你目前会
啊，暂时 OK。没错，你可能目前会暂时 OK。笑嗰啲啊，有冇搞错？啊，还笑那些啊，有没有搞错？啊，咁唔安全嘅，这么不安全。但我话俾你知，但我告诉你，嗰啲系有信心，那里是有信心的。呢一只系冇信心，这里是没有信心的。我哋 the place 喺边度咧 ？Our place， 我们的 place， our place 是哪里呢？希伯来书讲唔喺呢个世界。希伯来说不是这个世界，喺天上，是在天上，喺神嘅应许入边，在神的应许里面，神将我带翻嚟，神把我带回来。This is my place， this is my place， the place， the place for me， for me。我甚至对呢个土地讲，我甚至对这个土地说，土地啊，我委身喺呢度。土地哇，我委身在你里面，我死我都死喺呢度，我死都死在这里。九七之前，我惊我走过。九七之前，我害怕我走过。神带我翻嚟，但神把我带回来，我就唔会再走。我就不会再走。我委身喺呢个地方，我委身在这个地方，我委身呢个地方嘅复兴转化，我委身这个地方的复兴和转化。结果神就不断带领我进入去永恒嘅心意入边。结果神就不断带领我进入永恒的心意里面。神俾我好多好多嗰个嘅启示。神给我很多很多的启示，带领我行每一步。带领我走每一步。到今日神将生命树的意象给我们，到现在神把生命树的意象给我，并且神是不断将真理向我来启示，并且神不断把真理向我来启示，各样的资源给我们，也把各样的资源给我们，现在让我们在全世界建立生命树的分堂，现在让我们在全世界建立生命树的分堂，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要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往前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往前行。看着应许，看着应许，看着神，看着神。不要看着坚固城，不要看着牛群，不要看着坚固城，看着牛群。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有你一同嘅站立。我们用信心看见神带领我们每一步，让我们走向神的心意当中，让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应许，得着神给我们的奖赏。主，我们多谢你，主，因为你是带领我们的神，主，你用恩典去伴随着我们每一步。神，我们去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跟你说，唯有你是我们的神，唯有你是我们的王。主，我们去单单跟随你，主，我们用信心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主，我们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车在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原来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指引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酒，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高高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
叫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期待却不担忧，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倾倒海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那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但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再来唱，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多谢你，我哋嘅一生喺你嘅手中，我哋嘅一生嘅前面嘅方向都喺你嘅手中。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嚟到嘅开声赞美我哋嘅神，为到神俾你嘅每一个嘅应许，为神俾你嘅所得嘅地业，为神带领我哋喺第三个嘅春运嘅重整嘅开始。我哋开声嚟到嘅赞美我哋嘅神，耶稣，我哋赞美你，多谢你，多谢你赐俾我哋每一个，你带领我哋，你一直嘅嚟到带领我哋，耶稣，我哋多谢你。耶稣，我们多谢你赞美你，多谢你带领帐牧师帐师母他们来到回到来香港，主啊，你说在香港你要做奇妙的事，牧师就跟随你，一直一直来到的跟随你，你不断将地来到赐给我们，你将田产来到赐给我们教会，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多谢你，爸爸，我们都承认在现在真是香港这个的时间，这个的疫情 COVID-19 持续了好久好久，耶稣，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跟下跟下，我们都有迷失了，我们跟下跟下，我们都跟随了，真是哪里才是我们的安全地带，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心都被动摇了。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是你心曾经都想过的，我们开声，我们同神祈祷，神，我们软弱啊，我们真的被这个的疫情，社会的经济，我们的心都有摇动，我们就好像加德，好像流便一样，我们都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人去着想，去安排，但神今天你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你才是我们永远的保障，让我们都将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交给神，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
哋承认我哋靠着我哋嘅能力，我哋能够安排。我哋承认我哋靠着我哋仲有年青，我哋时间有。我哋要选择，但圣灵你帮助我哋，乜嘢先至系神俾我哋嘅应许地，真实嘅平安。主啊，求你将真实的平安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承认我们很紧张钱，疫情所带来的不安，我们就一路看着自己的红宝仔。我们有多少钱？会不会再是这样下滑，我的钱就失去？我是否一个时候要移民？香港会搞成点？主，我们看着这个环境，我们看到的是牛群，是我们的金钱，我们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弟兄姊妹，如果钱是你的安全感，如果你现在面对经济的下滑，你里面很不安，我请你将你的心声、你的困难、你的挣扎现在告诉神听，求神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看眼前的利益，我们手上所拥有的多过看见神。主，我们不可以侍奉马门又侍奉你。主，求你赦免我们，我们都很紧张我们手上所有的金钱对我们的利益。主，求你赦免我们都是一班只是看到眼前利益。在香港这个世界，什么都讲钱。主啊，我们不知不觉看见的就是怎样可以保持我们的财富。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见到次好的就代替拣选最好的，好像距离教会比较远的地方楼价比较好，花啲时间，交通都冇问题，但结果就越行越远。而家啲细路细，照顾佢哋先啦，但系就冇时间亲近神。见到呢一个男仔，都好似 OK 啊。虽然未信主，不如就起埋一齐。但系主，我哋拣选次好嘅。主，我哋都系一班咁样嘅人，眼前就成为我哋嘅安全感。主，求你调整我哋嘅目光，改变我哋嘅目光。是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眼目，我们说今天我们看见，当我们追求次好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神，我们就会远离神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更远的眼光，有一个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的眼光，让我们追求最好的。
我们今天眼目不再看似好，但是我们的眼目要看最好的。 Amen。 我们的眼目要起来看见神，我们的眼目呢要起来呢开始去仰望神，问神究竟我们的应许在哪里，去问神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圣经说，人若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就必须信神是，并且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让我们一起，我们开声，我们开声为自己去祷告。我们求神将一个盼望，一个看见神应许的眼光，一个信心的眼光摆在我们的里面。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站立，我们一起呢，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呼求圣灵，我们呼求圣灵，我们呼求圣灵，将信心的眼看见摆在我们的里面，摆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圣灵，我们需要你。主啊，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主啊，我眼目就是看见我的困难，看见我的不能，看见我的限制，看见家的需要。主啊，看见儿女的难过，主啊，看见家人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今天朝后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圣灵，求你帮助我们，你用你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你让我们能够得蒙拯救。在今天让我们来得蒙拯救，你将得救的信心今天在这个时刻来赏赐给我们。我们呼求你，弟兄姊妹，要一起进入灵里面的祷告。我们更大的呼求圣灵，我们更大的呼求圣灵，主圣灵，我们需要你，主圣灵，我们需要你，我们很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但我们有下垂的手啊，我们有发酸的腿啊，主圣灵，你帮助我们行这一步，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注视你，让我们寻求最好的，让我们寻求最好的，让我看见主啊，我生命里面你摆在我里面最好最好的应许是什么东西，是这块土地吗？让我们敞开声祷告。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的拯救关乎我的。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我相信，主，我相信，我相信，你必拯救关乎我的。我们再来唱一次，我相信，主，我相信，我相信，主，我相信，我相信，相信你的爱。关乎我们的事，主啊，求你开我们灵里的眼睛，将你属天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轻轻抬起你的头，我们仰望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破困难的信心。主，我们现在都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这些困难缠绕我们很久，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突破。主，我们仰望你，仰望你的帮助，你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
我们要看见这个困难可以得着帮助。主，我们面对疾病，我们没有出路，但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疾病的背后，我们要见到化妆的祝福。我们不是只是看眼前这个疾病几咁嘅痛苦，几咁嘅困扰，我们要仰望你的医治，仰望你的帮助。主啊，帮助我们面对经济，面对我们的牛群，面对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物质，甚至我们在经济艰难里面，主啊，我们抬头仰望你。主啊，赦免我们缺少了奉献的信心，甚至见到经济的下滑，我们连十一奉献都做不到，但主，我们抬头仰望你。你是供应的神，千山万山都是你的，满山的牛羊都是你的。让我们有信心的看见，你必定供应我们的需要。主，我们抬头仰望你。在香港经济困难的日子，你必定为我们有丰富的预备。主，帮助我们抬头仰望你。我们将我们的婚姻交给你，未婚的好像等来等去都见不到一个理想的对象，但主，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看见。我们不要追求似好的，主，我们抬头仰望你，你一定将最好的为我们存留。主啊，我们婚姻艰难的，去了夫妻营了，去了同一小组了，但沟通都还有问题的，但主啊，我们抬头仰望你，让我们有信心的看见你所赐的婚姻是你所订立的。主啊，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有出路，在婚姻里面我们要享受美满的甜蜜。主，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多谢你带领教会去到新一个循环。主啊，我多谢你，求你从这一刻开始将 属天的信心释放给我们这里每一个。我们要有信心的看见一个超越环境的眼光，要看见你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主啊，你的信心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突破一切的环境，突破一切的艰难。主啊，我们的安全感不要再建立在钱财上。主啊，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不要太有能力，因为你才是我们的能力，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供应。主，我们多谢你，赞美你。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
避难所，就像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祝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离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我们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从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祝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随时的供应，主多谢你帮助我们要有信心的看见，主我们宣告我们要委身在香港，我们要委身在你所拣选的地方。弟兄姊妹，我邀请你一起跪在地上，我们双手按在这个土地，我们一起的向神立约，我们要再一次选择委身在香港。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拣选我，多谢你拣选我，在香港，在香港，我要看见你荣耀的作为，我要看见你荣耀的作为。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我们愿意，在新的循环里面，在新的循环里面，我们委身在香港，我们委身在香港，香港啊，香港啊，我们委身于你，我们委身于你，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是神所拣选同埋祝福嘅，是神所拣选同埋祝福嘅，香港啊，香港啊，我哋向神委身，我哋向神委身，我委身于你，我委身于你，我哋爱你，我哋爱你，奉耶稣嘅名宣告，奉耶稣嘅名宣告，你要俾神大大嘅兴起同埋洗用。被神大大兴起和使用，用信心来宣告，用信心来宣告，香港啊，香港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委身于你，我们委身于你，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起立，一起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耶和华神与你同在，愿耶和华神的平安充满你，愿耶和华神祝福你们的土地有粮有水，愿耶和华神在你们艰难的日子里面看见你，雅各的神在你艰难的日子里面提升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神要你在你旷野的道路的上高开江河，在沙漠的上高开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你面前的一切的敌人都要完完全全的被打败，丰盛的生命祝福充满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有美满的教关系，在艰难的日子里面，你在家里面充满从神而来的温馨和合一，喜乐的灵大大的充满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阿们。好，我们给掌声耶稣。好，我们神祷到这里。